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3 weeks later。是这里啊，一个床位。它是床铺。嗯，你现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开门进去看一下。降温了，到昨天为止它还是超级热的，就是至少还是可以穿那种短袖的。今天我都已经穿了外套和长的卫衣，哇，受不了，我穿了个破洞裤子，快点回宿舍吧，今天肯定超市是去不了的。这个就是厨房了，就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只有这些。你看烧的，你看他们烧的这么脏。刚刚经过的就是吃饭的餐厅，然后呢和那个厨房。一进来就是这样子，我的房间。我今天刚搬进来嘛，然后这是我的，这个朋友是我的，还有床空的，然后他的都放满了，就不快了。然后这是他的床，然后这是我的床，我床铺好像还要自己弄的。两个大衣柜，我刚其实已经开过了，这是他的呢，然后这就是我的了。我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，什么都没有的。还有一个小柜子在里面。然后这里有个稍微空一点的地方，这边都是他的行李，早上我让他自己挪了一下。这边时候呢有一个镜子肥皂，有个小冰箱，食材全部满满的。我们看一下冰箱里吧，哎，这边，哇，他也放太多了吧。啊，这是厕所马桶洗脚盆，这有个小柜子放鞋子的，好像柜子，然后一个柜台和淋浴的地方。我的房间啦，我先开始整理我的行李和我的床的。这是他早上给我的那个单子，就看一下房间里头有没有这些东西。就直接拿到这里拆了，这虽然是好像有点困难。
下面就有衣服，不是衣服，那给我带的锅，然后剩下都是饭盒，全是饭盒，还有些碗啊、盆子啊。因为我发现它这全都是要自己弄的，这也是我的衣服，咱俩买的衣服很好看，这件穿起来特别好看，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是今年的流行的元素，就中间可能一个亮亮的那种，这样子，超级舒服的。放盒子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耶、yeah, ！整理完了，这都是吃的，这都是日用品。这里塞了一些面膜、化妆的，这里还。